二当家，属下跟了一路，发现那对夫妻的确住在花园。这么说来，这俩人应该没问题啊。这身份自然是没有问题，不过属下觉得咱们近期那些画作成色欠佳，若凭那女子的画技能为咱点缀一番，想必那卖价便能提高不少。至于那名男子，女的留下，男的想办法解决掉。是。白折腾一天，洗澡没热水，还搭上一幅画。怎么不敲门啊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不许偷看！我不看，我不看。这家伙瘦得跟刀郎似的，怎么还那么能打？这么晚过来找我，你不怕摆东落四，看到又瞎编排什么？你都找他们请教感情问题了，还怕被编排啊？你哎，我不说了，这有封信，你看看。这封信我没收到，看来是想你一个人去。我一个人去？你我二人还是一同前去，彼此之间还能有个照应，况且你我二人现在是夫妻关系，你若是一个人去，反倒会引起他们怀疑。快快给二位贵客松绑。是。二位，此事不能外泄，所以还请二位今晚在此处委屈一晚，明日一早我们共同前往。刚张捕快说
怎么样？有没有线索？标记在这儿消失的，少爷这次又被抓走了。夫人，什么需要吗？没事没事。咱们是不是被困在这儿了？你说他定的这么死，咱俩怎么给官府通风报信啊？你别担心。我将玉佩已经留在小巷了，明阳一看到就会明白。靠谱吗？你今天还说巷子不会有人呢。你是故意的。二位，明天一早就要出发，你们还不睡吗？我们正要休息。二位在画房好像是分开住的，今晚需要增加额外的枕席吗？我和相公在画院藏身是为了躲避通缉，分开住是为了避人耳目，如今这样甚好。那就早点休息。